妈妈知影你想听话，咱莫阁踮在遐尔冷的海水内底，你若听有，你予妈妈一个实杯，予妈妈助你来转。 你看，我都跟你讲，亚杰无死，啊，你硬要来招呼，要来帮我背啦，亚杰要活嘞啦！爸，咱每一件拢无希望亚杰死去，啊，不过代志到这坎站嘛，咱咪面对现实，一定要找到亚杰的尸体，若无都无法度定陈东这个林子谦的罪，我较无可能替亚杰讨回公道。 你得黑白讲笑，我都跟你讲，亚姐养我嘞哈，你讲什么事体啦？亚姐啊，妈妈讲的话哦，伊拢无要听啦，妈妈就落去找你哈，亚姐啊，亚姐啊，亚姐，乱了吗？我无在乱啦，哎，你看亚姐无要干你，我落去找伊啊哈。 记袂啊，你走出来啊，我看亚姐无要搞伊，斗话啦啊！ 亚姐啊，亚姐啊，亚姐！我今仔日害惊，你莫乌白乱讲话啦！我哪乌白讲啦？啊，今日不，今仔日莫就是你，人就无去啊！爸，应该是你目睭花看唔到伊啊啦。阿公，你阿兄讲着分去职工啦。你阿公虽然职工，伊相信你姑姑妈咪无去啊。 不过伊一定阮那相信，才会相信过度看不起。我见过你，啊，今仔日一定要甲亚杰带转去。你若是阁继续乱，阮招无份，我绝对袂帮你煞。姑妈咪。 你要听到无？倒来等啊！亚杰，哥哥妈咪，亚杰，紧啊，等来啊！亚杰，妈妈托你来等，你竟然你听话，你替妈妈来等。亚杰啊！亚杰，亚杰啊！ 姐，我的宝贝查囡，拄则我去看你妈，恁在因爸爸，也佮罗家遐爱你的人，伊拢真悲伤，徛伫海边喊你的名，尤其是你的在因爸爸，佮讲要跳伫海底去找你。 我刚才还当不就见面看到伊咧哀伤痛苦，煞无法度出面甲伊讲，还阁挂咧，因为你到今还袂脱离危险，已经失去安全啊！我若甲伊讲，到时我无法度保住你的性命。 顶多的回应，感觉更加悲伤，让伊受到第二摆的伤害。你嘛不希望安尼，对袂阿姐？啊，我知影你即马踮伫黑暗的所在，找无路转来。
金菇包包鱼汤，你当试看卖，顺着我的声，偷偷行过来，爸爸就伫遮等你哦。哦，爸爸等你真心。之前陈东群、林子谦这对高难度，亲手甲伊送去祭教。对你家己都会讲到，亚琪，你别当放弃哦，你别当放弃啊！因为爱你的人会感觉足唔堪的，尤其是我，你爸爸还没听到，你喊我一声。我一声爸爸，甲我小弟，卖让我甲这份遗憾，扎你去棺材内底，好无？我来帮你走一走。跟真心啊，子谦，我拜托你一定要答应我，但一个不管我讲啥，你拢一定要冷静，千万别个想过激动，知无？你安尼讲，敢讲我动的毋是清楚的手术？你啥时袂讲话？我到底动什么手术？你讲啊！因为你送过来的时阵，状况真无乐观，若是毋赶紧处理，恐惊引起败血症，所以。所以安怎？你的主角已经好在处了。你讲啥？主角在处？子谦，你听我讲好不好？我不会。子谦，你是不是凭什么替我做这个决定？你是凭什么大事大义安尼做？你叫医生来，你去叫伊来，叫伊替我动手术，甲我主角还我的命啊！是我决定的，是我。我若是不爱做，你就会无命，我无就承受失去你的后果。你哪会当安尼做？如果你不知道我是有安尼的希望，哪会当有家己的囡仔？你哪会当你亲手把我希望都毁掉？我出生好够大，我一直拢就希望会当有一个属于我家己幸福的家庭，是你。是你叫你走哩，搞我一百毁掉，我恨你，真都是我恨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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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恨你！子谦，你莫安尼啦，你安尼讲出来憋屈啦！我袂听，我袂听，我的主角退掉，咱无法度有家己的囡仔。啊！你毁掉我的希望，我今天不是被活。子谦，美女啊！子谦，美女，美女啊！你个叛徒，你让我死！美女，赶紧进来啦！你个叛徒！我跟你说，你还要多好啊！你去先去控制下，进来。快点
家己带来遮，手固定好。你敢放过伊？你敢把资料摕着？我不是一个完整的查某人，我袂当有家己的家庭。你有听着妈妈在跟你讲话无？你好，讲我一个心病好无？阿姐啊，你爸爸这边袂堪咩啊啦，拜托啦，你去讲伊一声啦啊！姑姑妈咪，你是不是搁怪我对我妈搁啥物东西的所在？我拜托你，紧回来！你回来，我一定替你讨回公道，我一定袂搁有另外丢丢啊！阿姐啊，你是不是因为还搁有冤屈？所以不就死吧，不管客。我看，爱把那个狗男都抓来，啊，不然我们以后都找不到阿姐啦。阿姐，哥一定替你讨公道。不要，你的钱安怎？陈东俊和林子谦啊，明光应鬼了。好，我水鬼。聊到陈东俊跟林子谦啊。哪里？哪里？这个鬼蛋啥？进来去啊！好啦，拜托诶，朱丽萍啊，你赶紧清醒。东俊今仔需要你个斗三工，拜托你啦，哎。醒醒！你等我叫一下。他呢？杜家董局杨董局，伊在家的是不光两栋的派差无，还个白做伙。你奈讲，林子谦是心光两栋派差无？你不是真威好伊，谁奈讲安尼？是把你扯落，才害你昏迷着啊！是，他人当局无注意的时阵，最少把我扯落，心肝有够痒，完全变一个人，跟我过去熟悉的林子谦完全无同款。那，他还跟在去当局。可以说你唔通阁相信那个歹查甫，可以，可以阿虾米讲？这林子谦竟然敢对你动一拳动手，这条我绝对亲身出去讨回来。我先来去叫先吼，哈！不要紧，今天听我讲，你来救你老爸，你来救你老爸。等，大金毛啊，拄只陈秀下家去让大家汇报，讲小雨提前跟白衣联络东俊跟林子谦，即马准备对伊上桥。你坐我过。朱丽萍，我今仔来救后生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尽全力保东俊的平安。大小姐，用心的接他的囝，带我做伙去。